哟，阿玛，今儿怎么想起吃锅子来了啊？说了怕你笑话。小贞子，也不知道怎么着，我这老觉得发冷。我也是。我让他们在锅子里放了些安神的东西，吃好喝好了，咱们爷俩都好好的睡上一觉。来人啊，哎，你也坐下，咱们一块儿喝点。我哪能够啊，我这不是伺候着你爷俩吗？坐下啊。男生啊，小镇子，你们说说，在这个世上我有几个近人啊？怎么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们都说不上来？爷，您有福晋，还有贝里，还有阿玛。您不会最近在外边养人了吧？呸！你就知道这个。在这个世上，我只有一个近人，我自己。甭乐，我说这话不是敲的你们。我没有这个意思。经过这件事儿，我算是看明白了。崔兰生啊，如果你真是我的近人，如果你真替小镇子着想，你就应该冲出去一刀跟老五拼了。事成之后，难道我不会给你选个好坟地？我不会厚葬你？爷，我不是没有这个念头，可是小镇子，如果你真是胆儿大，你就应该把二全弄了，他没了，老五他闹谁去？我说阿玛，这事儿就怪您，其实我早就想了。吴道姑，吴道姑爷，我不是埋怨你们呐，我是觉得心凉。阿玛，您要这么说，那我现在就去。坐下，坐下。我还没说完呢，这次的事儿得长记性。吃什么呀？说说。阿玛，您不会打算劝我们向善，让我们念佛吧，或者是潜心读书，不问外事？哼，你能有那个本事？我还不知道你的底。这次的教训记住了，今后咱们无利不起早，绝不再干斗气拔创的事儿。懂了吧？我告诉你们，就冲那一街筒子的老百姓，就冲太后派来的那个太监，大清国没多少日子了，将来什么王爷、贝勒、亲贵，狗屁，就像你说的那个花旗国，将来啊，是谁也不服谁，谁也不怵谁了。阿玛，那咱以后他该怎么办啊？捞钱，拼命的捞钱，除了钱咱谁也不认识，什么也看不明白。您慢点儿，
阿玛，我让人伺候您洗脸吧。不用了，这好不容易安静点儿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不好了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，老爷，他又来了，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，不容易啊，总算睡了个安稳觉。本生啊，今儿个上朝去把我那套紫儿玉的朝珠拿出来。爷，早给您预备好了。车轿也早点备好啊，顶马和车轿班都让他们换上新衣服啊，要干净利索。我要让大伙看看四爷不怕他老五混闹。爷，不好了，他又来了，不好了。大清早的嚷嚷什么呀？来人，大早上起来，这谁呀？嚷嚷嚷嚷的，不想干了。崔爷，崔爷，他又来了。谁又来了？就是那个老五啊。王爷，现在外边啊。阿玛，我都听见了，这滚刀润他没完了。小镇子，来生啊，我这不是做噩梦吗？这老二太胆大包天了，这人不是抓起来了吗？怎么说放就放了呀？爷，您说怎么办吧？什么办不办的？现在不能躲，我出去。老五，哎哎哎，怎么茬？怎么茬啊？四哥，腿不行了。老五啊，这杀人不过头点地。行，我自己糟蹋我自己啊！我在这儿陪着你，我在这儿吃，在这儿喝，在这儿拉。不是，你说清楚了，你怎么个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，我想开了。你不就是要往死里整我吗？我没什么说的，咱们早就拴上了，来吧。老四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老五啊，我这都趴下了，你还往死里整我呀？那我也不饶你了，咱们谁也别想好。你甭拿这狠话吓唬我，我真是念着咱俩是兄弟，我才给你这最后的机会。最后的机会？我要万一把小镇子买凶的证据给拿出来，你怎么办呢？好啊，你拿呀。甭急，快了，我是怕你跑喽，我才在这儿跟你一块儿等的。我跑什么呀？门房。哎，爷，我要跟我这兄弟在这儿叙叙旧啊，拿果子和茶来。是。五弟，怎么着，又改主意了？我只能告诉你们东西放在哪儿，我不自己去干这事儿。